新能源汽车心脏变革，让车跑更远、更安全、更节能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迎来高速增长。数据显示，八月新能源汽车销量首次超过30万辆，渗透率提升至17.8%。电池容量增加将对新能源车市场格局产生影响。国联汽车动力电池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建涛称，企业通过安全材料和技术改进，建立电池安全的系统防护，减少充放电性能衰减。